二十点三十二分，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大家晚上好，我是谢颖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先来关注一个重要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五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去年十二月份以来，两国经贸团队开展了密集和有益的磋商。 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那么这两天呢，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北京，双方团队的磋商又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下周双方还将在华盛顿见面，希望再接再厉，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 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呢转达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们表示，过去两天里，中美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下阶段呢，美方团队愿同中方团队一道密切沟通，抓紧工作，争取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月度经济观察。今天呢，国家统计局是刚刚发布了二零一九年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呢是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七，环比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 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呢是同比上涨百分之零点一，环比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六，但是降幅呢比上个月是收窄了零点四个百分点。嗯、那么这两个的价格指数呢，从同比看都是出现了涨幅回落的态势，但是从环比呢均出现了反弹格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解读。从同比看，CPI 上涨百分之一点七，涨幅比上月回落零点二个百分点。价格回落较大的食品主要是猪肉。 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一月份新发地市场白条猪的日均上市量比去年十二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批发价下降的幅度却超过百分之十五，白条猪的价格仍处于谷底。一月份整体的猪呃猪肉的价格在这五年同期当中是处于最低的价格，当时我们市场呃全月的这个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只是六块多一点，有一部分地区呢放开了。 呃，毛猪的活体运输相对来说呢，就是毛猪呢出栏量呢是明显的增加，导致价格那个下降。从环比看，CPI 从去年十二月环比持平，直接反弹到今年一月环比上涨百分之零点五，春节因素成为物价反弹的推手。鲜菜、鲜果和水产品价格上涨明显，牛羊肉价格持续处于高位。此外， 大和春运期间出行需求增多，飞机票、旅行社收费和长途汽车票价格上涨明显，加之春节前城市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家政服务等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反弹。消费啊，这个结构的一个改变啊，包括我们说有改善性的消费，还有一些这种这种呃这种创新性的消费的一个增长，所以对整体 CPI 啊，它会起到一个稳住甚至有略微上涨的一个这个推动。 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从同比看上涨百分之零点一，涨幅比上月回落零点八个百分点。一月份，煤炭、钢铁、燃油的价格依然是呈现弱势运行的格局。另外呢，因为去年基数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说 PPI 同比增速呢呈现了回落的态势。尽管 PPI 同比涨幅收窄，但从环比看，PPI 却出现回暖迹象。 从调查的四十个工业行业大类看，价格上涨的有十一个，在主要行业中，价格降幅收窄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反弹以及国内基建项目的陆续开工，PPI 下行的速度将有所减缓。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刚刚对外发布了二零一九年一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截止到一月末，广义货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M 二的余额呢，是在一百八十六点五九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百分之八点四。另外，一月份人民币贷款是增加了三点二三万亿元，同比多增了三千两百八十四亿元。 可以看出来，这个货币的供应量和贷款对实体经济的这个货币投放量是呈现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一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四点六四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一点五六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四千九百九十亿元，同比多三千七百六十八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一千零八十八亿元，同比多一千零八十八亿元。 企业债和地方专项债增速明显提升。今年一月份，债券的企业债券的这个增速明显提升。一月末，企业债券的余额是二十点五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七，增速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高两个和七点三个百分点。一月份人民币贷款也创出单月历史新高。数据显示。 一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三点二三万亿元，同比多增三千二百八十四亿元。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贷款的增加主要是央行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通过商业银行永续债的发行，释放了商业银行的信贷约束力，同时通过定向降准增加了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但货币政策依然保持稳健中性。今年一月份。 新增贷款的情况呢，和去年同期是类似的啊，适合实体经济的这个需求呢，也是相匹配的，啊，属于合理水平，呃、应当说呢，不是大水漫灌。另外，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这个春节因素，呃，所以呢，应该把这个一月份啊，还有二月份啊，甚至呢这个一季度的数据呢，统筹起来考察啊，我们也、呃、其实也也不需要呢对单月的数据呢可能过度的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农业农村部日前呢是会同了生态环境部、还有自然资源部等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那么，针对水产养殖业出现的水域污染、品牌化程度低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据介绍，二零一八年的水产养殖总产量超过五千万吨，占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达百分之七十八以上，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为解决城乡居民吃鱼难、促进渔业产业兴旺,兴旺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从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养殖水域周边的各种污染。 严重破坏了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从产业发展的内部环境来看，水产养殖布局不仅合理，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品牌化程度还较低。于康镇表示，将通过调整养殖结构、转变养殖方式、推广清洁生产、防控养殖污染，实现由粗放经营、单一增产向提质增效、绿色生态转变。 增加优质、特色、绿色、生态的水产品供给。到2022年，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健康养殖示范县达到50个以上，健康养殖示范面积达到65%以上，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今天呢，中国国家航天局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嫦娥四号着陆点及其附近共计五个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这也标志着从此以后呢，在月球上又多了五个中国地名。此次公布的五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是由我国科学家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高分辨率月面影像数据申报的，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批准。 嫦娥四号着陆点被命名为天河基地，名称作为定位、学术交流，还有科学研究，它们都非常重要。同时公布的还有在嫦娥四号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三个小环形坑，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织女、河谷和天津。另外，还将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也是通过中华文化的弘扬来带动。 国际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文明的发展。此次命名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科学数据成果在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上的又一次重要应用。最近呢，有关于珠峰无限期关闭的新闻引发了登山爱好者和游客的关注。眼看着四五月份珠峰的春季登山季就快到了，我们普通的游客还能不能看到珠峰的美景？专业的登山队员是否也是在禁令范围之内呢？ 针对这些问题，西藏体育局的负责人近日做出了回应。所谓珠峰禁令，其实是2018年12月5日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公告中显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绒布寺以上核心区域旅游。过去，普通游客可以登上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如今，按照新的公告，普通游客最高只能到达距离珠峰大本营下方两公里外的海拔五千一百五十米的绒布寺。虽然到达高度有所限制，但是游客还是可以通过珠峰公路观景平台和三幺八国道上的珠峰观景平台，总共三个角度欣赏珠峰。这个主要应该是针对游客。对于北侧啊，中国一侧的这个登山，我们没有关闭。 还是这个，就是欢迎这种探险爱好者。虽然针对普通游客有了限制，但是对于登上过海拔八千米高峰的探险爱好者，同时有身体的体检合格报告和一定数额的攀登经费，或者有资质的专业登山队员来说，还是可以继续申请进入珠峰核心区。但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还规定，从二零一八年开始。 专业登山队员和满足条件的探险爱好者，每年进入珠峰核心区的人数应被严格控制在三百人左右，而且仅限春季登山，别的季节是不能进入珠峰核心区的。我们会，呃，加大这种环保的这种力度。在原来的，就是零七年以前，我们每年接待的这个登山者，可能珠峰有一千多人，现在减到了这一百五十六十人左右，加上协作向导。 现在已经把人数控制在了三百人以内了。的确，今年来来到珠峰景区的人数呢是在不断的上升，仅去年这一年游客就大约是有十四万人次，而由此带来的各种污染物和排泄物，甚至已经污染到了珠峰的水质。而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由于高海拔的这个极端环境，珠峰的垃圾清理是难上加难，因此呢，对这个游客下逐客令，恐怕也是当地相关部门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呢，近年来对游客闭门谢客的景区不仅仅是珠峰，去年四月份，有着“天神后花园”美誉的青海年保玉泽景区，也是因为环保问题被无限期的关闭了。面对着可能存在的环境的风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行动起来，保护好大自然留给我们的馈赠。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春运的情况啊。今天呢，多地降雪结冰，还有雨雾天气，仍然在影响着春运的返程啊。一些高速路被迫封闭，部分地区的航班也出现了大面积的延误。来看相关情况。今天上午，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等地一度有八十二条高速、一百零八条路段封闭，是今年春运以来封闭路段最多的。 随着大雾散去，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通行。降雪也造成多趟列车晚点，部分旅客滞留。济南、青岛铁路部门成立除雪应急分队进行除雪融冰。西安动车段组织二百余名工作人员对每趟入库检修的动车进行融雪除冰作业。太原南站与机场、公交、出租车等部门联合启动应急预案，加开并延长公交夜间班次。 使集中到达的多趟晚点列车上的两千余名旅客顺利返程。沈阳铁路部门加开前往北京、齐齐哈尔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四十七列，安排重联动车二十三点五对，增加返程运力。今天全国计划执行航班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九班，受能见度低影响，郑州机场、大连机场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 看来这个雨雪天气呢，给春运返程带来的压力呀，确实不小。而到目前为止，这波的冷空气似乎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从明天到十八号，西北地区及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会再次出现降雪；南方地区未来一周呢，仍然是多阴雨天气。十七号到十八号，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 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呢，近期不断出现的阴雨也是影响了农产品的正常的生产。在上海啊，有一些蔬菜不得不提前的采摘，而草莓更是遭遇了严重的减产。在上海嘉定区一家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抢收大棚绿叶菜。这些蔬菜原本应该在地里再生长一段时间，但是不得已采摘被提前了半个多月，而且产量减少了四五成。像这棵菜，嗯。 看上去很大，比其他菜大。不过呢，这个菜可以长得更大。嗯。啊，现在呢，我们在抢收。不抢收的话呢，蔬菜会烂掉，会黄掉。由于天气偏冷、阴雨不断，这家合作社的草莓也遭遇了减产。不少正在发芽的草莓烂在地里。本应是集中上市的时节，草莓却减产五成以上。 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工作第一采果子，这个烂果子。在金山区廊下镇光明村的一处蔬菜种植基地里，因为积水给蔬菜移栽带来一定麻烦。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房屋租赁市场的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今日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到，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北京市个人出租房屋税率呢是大幅度下调。对于个人出租住房，不含。 租税金的收入每月在十万元以下的适用的这个综合征收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二点五，租金收入在十万元以上的适用的最新的综合征收率呢是下调到百分之四。那么专家表示说，这个政策的实施将会有助于缓解个税改革对房屋租赁市场所带来的一些焦虑。 这个原则上，如果这个文件下达下达到各个区，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就开始执行这个新的综合征收率了。 啊，那就是说，我是如果今年的这个合同是，对今年签的就可以享受。按照新政，如果个人出租住房每月取得的不含税租金收入为一万元，原来需要交纳五百元的税款，而新政实施后只需要交纳二百五十元税款，相当于税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但需要注意的是，个人出租商业、办公类非住房不在此次政策调整范围之内。 个人出租非住房的，每月取得的不含税租金收入在十万元以下的，仍按百分之七的综合征收率来征收；租金收入在十万元以上的，按百分之十二的综合征收率来征收。那么这次下调呢？我觉得它有两个政策的这种导向。第一个呢，我觉得综合征收率的下降，那么体现了减税降费的这么一种这个政策调整趋势。 而且这种政策调整是带有普惠性质。第二一个呢，就是就是前一段时间专项附加后厨的新政推出来以后啊，房地产呢有这个租赁市场呢，这个出现了一些一些焦虑。其实这个政策的明缓解了我们现在就是由于个税改革对房屋租赁市场啊带来的一些这个焦虑啊，很明确的就是稳定的市场预期。 最近呢，在垃圾分类的工作方面，广州又推出了新举措。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表示，广州呢将会实行十二种不同行业的垃圾分类标准和指引，扩大精细化分类垃圾的覆盖范围。记者在参与垃圾分类项目的企业餐厅看到，店内的垃圾桶已经全部进行升级改造，标注清晰的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图文标识。 指引市民与工作人员分类投放垃圾，方便企业后续统一收运垃圾，减少垃圾处置量，促进资源的回收利用。连锁餐饮企业在未来开设的门店中，将全部采用新的垃圾分类垃圾桶，同时还将在食物包装、纸巾等方面进行升级优化，减少用纸量，做到绿色环保，从源头减量垃圾。接下来，广州市还将对十二个行业实行垃圾强制化分类管理。 啊，你比方说物流啊、快递呀、啊、呃外卖呀、啊，就像像我们快餐啊等等，这个是二类医疗行业进行一个，呃垃圾分类的一个，呃强制分类的一个推动，实行扩面提制，广州六个区也将全面推进垃圾分类，百分之五十的行政村进行全面垃圾分类工作。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汽车消费市场。春节之前，发改委等十部门呢是联合发布了一系列促进汽车消费的实施方案。那么，这个政策的落地，加上春节期间的让利活动，是否为汽车销售市场带来了一些活力呢？我们去上海看一下。每年的二月，各车企经销商都开始提高库存，以备战节后的车市。记者在上海的一家四 S 店内看到，好，消费者前来看车，经销商的促销力度也不小。 不仅现金让利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贷款优惠力度也比往年大。以往我们推出的也就是一年或者两年的一个免息最大力度，这次额外我们推出了三年，吸引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些品牌更是打起了亲民牌，首付百分之三十起。无论是同品牌还是不同品牌的车辆，都能置换新车并享受补贴。同品牌置换的话，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三十。目前厂家也是以。 呃，消化库存和呃更多的营销方式提供给经销商。一些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多所以看我还是比较考虑的。事实上，除了车企让利外，国家各部委近来也相继出台政策，促进汽车消费。二月十二号又发布了第七批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共计四百二十款车型将受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有哪些消息。当地时间的十四号，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和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麦康奈尔都表示说，总统特朗普将签署新版的边境墙预算案，以避免政府再次停摆，同时呢将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修墙筹集更多的资金。新版预算案只包括十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修墙资金，比此前要求的五十七亿美元相去甚远。 甚至少于去年十二月停摆前两党达成一致的十六亿美元。该法案将为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拨款，至九月三十号及本财年结束。当地时间十四号，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都投票通过了新预算案，之后新预算案将送交特朗普，需总统十五号夜间前签字生效，以避免美国政府再次停摆。美国白宫十四号发表声明说。 总统特朗普将签署政府拨款法案，并将动用行政手段，包括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阻止边境上的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动用行政权力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特朗普可以绕过国会获得更多资金，并动用军队在更广大边境地区建墙。根据美国法律，总统拥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但要向国会解释这一决定具体基于哪些条款。 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国防部可以暂停或推迟民用工程项目建设，把资金投入到军工建设、人防工程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项目上。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随后表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情况并不构成紧急状态，他将评估予以应对的法律手段。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回应说，已做好准备应对来自民主党的法律挑战。 但他未透露特朗普何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时间十四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议会支持政府与欧盟谈判修改脱欧协议。不过呢，这项动议最终是在英国的议会下院以三百零三票反对、二百五十八票支持的投票结果被否决。The eyes to the right, two hundred and fifty-eight. The nose to the left. 303，s o The Noes have it，The Noes have it，Unlock。当天，英国议会下院经过辩论，最终否决了这项动议。投票时，执政的保守党部分脱欧派议员因担心该动议或将导致英国排除无协议脱欧可能性，从而拖延脱欧，因此最终选择弃权。 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说：“动议被否决，说明首相应拿出一份清晰明了的脱欧方案。”分析人士认为，当天的投票并无法律约束力，但反映出保守党内部在脱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也将损害英国政府在与欧盟谈判时的公信力。一月底，英国议会下院曾通过一份涉及脱欧协议的修正案，要求特蕾莎梅与欧盟继续谈判。 用新方案取代现有脱欧协议中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相关安排。根据此前协议，英国将于三月二十九号正式退出欧盟。按目前安排，如英欧未能在修改脱欧协议问题上取得进展，议会将在本月底投票决定下一步安排。 当地时间十四号，沃伦·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表示说，将会削减该公司最大的股票投资对象苹果的股份。另外呢，还将会减持数据库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股份。来看报道。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 F 十三报告显示，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减持了其第一大重仓股苹果的二百八十九万股股票，从二点五二五亿股。 降至二点四九六亿股。由于苹果股价第四季度下跌百分之三十，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持仓从第三季度末的约五百七十亿美元降至三百九十四亿美元。苹果股票在公司股票投资组合中的占比从三季度末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降至百分之二十一点五。此外，公司还减持了数据库软件公司甲骨文的二十一点三亿美元股份。 报告还显示，伯克希尔哈萨维第四季度增持了加拿大森科尔能源公司和美国软件公司红帽的股票。此外，还大幅加仓摩根大通，增持百分之四十点五至五千零一十万股，价值四十九亿美元。由于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该公司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组合缩水三百八十亿美元，至一千八百三十一亿美元。 好，视线再转向日本，在日本，金枪鱼被认为是制作生鱼片的首选食材，因此呢，长期受到民众的喜爱。那么，为了保证肉质新鲜，渔民通常在捕获之后会立即进行去鳃等等加工的处理，并且放入到零下六十度的超低温冷冻仓中保存。那么，近日我们的记者呢，就前往了日本金枪鱼捕捞量最大的地区进行了一次探访，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日本静冈县东部沿海的清水港。那实际上，日本全国餐桌上近半数的金枪鱼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港口。冬季呢，也是捕捞金枪鱼的最佳时节。那每天清晨从这里打捞上来的金枪鱼，也会在当天就送往附近的鱼市进行交易。在清水港的鱼市上，每天清晨都会有四五十条金枪鱼按重量排列成排，等待拍卖。 一条最大的金枪鱼来自于西太平洋地区，属于大眼金枪鱼，长约一米，体重重达四十公斤。经验丰富的行家，仅凭切下的一小段鱼尾的纹理及颜色，就可以迅速判断出整条鱼的品质优劣。买家大多都是当地水产经销商，短短十分钟之内，现场所有的金枪鱼一售而空。 セリ場があればですね、市場がやってれば毎日来ます。そして、えー、今日は十八匹を買いまして二十五万円ぐらいの金額になります。最近はマグロのその魚魚獲高が少ないので少し値段は上がり気味だったんですね。由于日本長期過量捕捞金枪鱼幼鱼，导致日本沿海的金枪鱼捕捞量十年来持续减少，价格不断走高。当前每公斤批发价达到一千六百日元，约合人民币一百元左右。 较五年前上涨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年初，恶劣的天气影响了渔民出海捕捞，导致市场严重供不应求。有不少日本大型水产公司已开始计划逐步减少对野生金枪鱼的依赖，探索金枪鱼的人工养殖。在日本呢，不管是高级的餐厅还是家庭餐桌，都少不了金枪鱼制作的美食，而金枪鱼刺身更是成为日本人的最爱。 位于日本静冈县清水港市场内的这家餐厅，专门提供金枪鱼刺身等各式金枪鱼料理。为保证肉质新鲜，店家将金枪鱼采购回来后，会立即放入冰箱中冷冻保存，食用时再放入与海水盐度相等的水中自然解冻。金枪鱼体型较大，不同部位的口感和肉质也各不相同。根据脂肪含量，金枪鱼刺身一般划分为大腹、中腹以及赤身三类。 通常这样一道金枪鱼三拼的价格在两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一百二十元左右。油のり方も選べるし、口当たりもいいので、週に日ぐらいは食べます。肉质鲜红的金枪鱼也被日本民众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每年年初，日本各地鱼市都会举行金枪鱼的新年竞拍活动，寓意着新一年的丰收。 金枪鱼不仅味道鲜美，鱼肉中还富含大量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经提取加工后制成的金枪鱼油等健康产品，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中老年人的关注，市场规模呈现不断扩大趋势。 根据游戏行业分析机构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二零一九年全球电子竞技游戏市场的总收入将会超过十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呢会上涨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也是再次创下了新高。那么在这其中呢，北美地区收入预计将会达到四点零九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竞市场。 报告称，品牌赞助收入达4.6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品牌赞助的金额提高了接近两倍。此外，媒体授权和广告收入约4.4亿美元，周边商品与赛事门票收入约为1亿美元。数据显示，电竞玩家和观众越多的地区，电竞产业收入也就越高。 二零一九年，北美地区的玩家数量超过一亿人，竞技游戏收入将达到四点零九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电竞市场。中国玩家的数量为七千五百万人，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九。韩国占百分之六，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八由其余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构成。在全球各地电竞的比赛中，游戏玩家以团队或个人的身份参加比赛，包括《疯狂橄榄球》、《堡垒之夜》、《守护遗迹》等。 其中，《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和《守望先锋》联赛是最受欢迎的两大竞技游戏赛事。游戏行业分析机构预计，到2022年，全球电竞总收入预计将达到18亿美元。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十四号表示，因为纽约当地部分的政界人士反对，亚马逊呢将会取消在纽约市建设第二总部的计划。 亚马逊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说，尽管民调显示有百分之七十的纽约居民支持亚马逊新总部落户纽约，但部分当地政界人士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这将导致公司无法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设想中的愿景也将难以实现。声明说，亚马逊暂无寻找替代地点的计划。 公司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建设新总部，以及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新建运营中心的计划将继续执行。亚马逊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在全球拥有约六十一万名员工，是美国雇佣员工人数最多的企业之一。去年十一月，亚马逊宣布将投资五十亿美元，在纽约皇后区的长岛市社区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分别建设新总部，并在两地各创造二点五万个高薪工作岗位。 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和纽约市政府为吸引亚马逊落户纽约，同意为其提供共计约三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和补贴。这一优惠政策遭到部分当地政界人士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巨额补贴和优惠本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当地急需的其他事业。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显示，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二零一八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一千六百六十万人，比上年末减少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人，贫困发生率百分之一点七，比上年下降一点四个百分点。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今天已累计输水二百亿立方米。截至目前，中线水质一直保持优于二类标准，沿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五千三百多万人受益。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含呋喃唑酮复方制剂存在严重不良反应，决定自即日起停止含呋喃唑酮复方制剂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已上市销售的，则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召回工作应于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号前完成。当地时间十四号下午，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载着一百二十六名中国第三十五次南极科考队队员离开南极中山站返航回国。此外，已完成任务的中国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六零幺”也于当晚由中山站转场离开南极。 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十五号表示，澳大利亚国宝级动物考拉面临绝种危险，主要原因是该国的植被比前两年大幅减少。他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对此采取措施。韩国环境部表示，将从十五号起正式实施关于减少和管控可吸入颗粒物排放的特别法，如果违反，则将被处以二百万韩元（约合人民币一点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当地时间十五号，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展出了数百幅伦勃朗的作品，庆祝这位十七世纪的伟大画家诞辰三百五十周年。据了解，画展包括伦勃朗所作的二十二幅油画、六十幅素描和约三百幅石刻版画作品。这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六月十号。 十四号，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发生客机相撞事故。俄罗斯航空的一架波音七四七客机在降落转弯过程中，右侧机翼与停机位内阿祖尔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七六七客机,机机尾发生碰撞，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嗯，最近呢，在新疆的塔里木河。